管申请合同，完成这些合同将可提升你的声望，并取得额外收入，让你持续扩展园区。哦，在哪里呀？这里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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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干嘛的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在两个月波浪符就有金黄色拉波浪符。感谢降资令，派遣挖掘部队前往各世界挖掘，取得恐龙化石。这应该不是盖里面的吧？感觉是盖这种地方啊啊！他是不是可以清个头啊？建造并连接，提供电力，探干中心。哎，我刚没仔细看他要干嘛。哇！啊，对啦，这个啦，他不是可以把树给拆掉吗？我觉得把树，对啊，我记得他可以砍啊。等一下，我试试看哦。哎，可以砍树才对啊。可是他还没解锁。哎 ，hello。Hello， 电力中心建造并连接提供电力中心。我刚没注意看任务啊，刚有谁注意看到了吗？建造被挡住，被挡住，我要怎么玩？开放那等之后啦。E 可以转向哦，早讲嘛。啊，这个不是电力中心吗？这个不是就一台了？那探勘中心不是这个吗？为什么我玩的游戏第一天都下雨啊？哎呦！排除模式，等一下哦，还是我还不能拆树啊？按摩，哦，并联，终点，怎么办？刚没注意看说明，都是刚刚有人订阅害的。点点风，不是哦。啊，盖里面，盖里面，生气，等一下拆，等一下拆。在哪里好？感觉哈基也喜欢玩这种，有没有？我怎么感觉是不是盖这里啊？盖里面就会被恐龙攻击啊！盖下去做拉线，我两个都在养，团团也在养了吗？好啦，新盖了。还有一件事情得说，那就是你的声望，声望前后也许得加个引号，多留个心眼儿好吗？因为如果你在某个部门获得不错的声望，你就更有可能因此受贿。我是说财务方面的受贿。不过就跟人生一样，你得尽力在各方面维持平衡，因为每个部门都在争夺你的注意。如果没得到你的关注，难保他们不会在心里记上一笔。便利未连接通道。对啊，怎么可能会连得到通道？没有路啊！好丑哦！没钱了！哈哈哈，被挡住了！
完了，我是要重玩了啊！那、啊、再来咧，通道模式关。喂，我觉得出不去了啦，完蛋了，我都重玩了、啊。咦？还是哪里可以出去？嗯，糟了，我觉得这游戏怪怪的啊。哪有人这样不能放的啦？重来啦，烦死了！什么东西好丑？你来玩！对啊，我在教，我常常在教学就 GG 啦。我是伊恩·马尔科姆博士。我想跳过了。更正，可恶！你们吃广告，说过我才对。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吃广告。在你眼前的就是你要管理的岛屿。如果你办得到的话，老天呐！如果死者也只有五个人就好了。好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马坦塞罗岛。夜视机跳过。这里比其他的跳过，跳过，跳过。不行，我要求资源，求外援。把他叫我。我是公关和危机管理部门的卡伯特芬奇，是来这里协助你的。首先，你要创建一间哈蒙德创新实验室。还是说，我们已经开始帮你建造围栏了。赛啦！围栏侧边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那我要小心恐龙。我该变兵一点。开个玩笑而已。该变兵一点。真的要小心。建造费用挡住了，挡啥啊？啊就啊！哎，可以盖这里啊？我们先看看你在这里的任务。你要在我们称作“死亡舞蹈”的岛屿上打造恐龙相关设施。这一带的主要语言是西班牙文，他们把这里叫做“死亡群岛”。哦！啊，不能过去啊！你得让它连上现有的道路网和电网。看一下哦，这里，不行！哎，哈基，你好像不适合玩这款游戏耶。他不能这样子呢，然后就只能哦。好了，这样子啊。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考验，你要孵化恐龙了。神奇耶！先从四头龙开始。对啊，他说四头龙啊，要孵化四只龙不是吗？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遗传基因组数据，可以孵化你的第一只恐龙了。哦，龙丹上面有 QR code， 有没有人要扫一下？野心分子的密谋策划。我来扫一下看看。赋予这种生物玩弄自然法则，此不可能出错。博士，别这么不太会用赖德。你也知道，从上次之后，我们已经在侏罗纪计划的营运中学到了很多教训，更是投入了大笔资金。你动条吗？是啊，芬奇先生。动条吗？上次，哎，我来不及扫哦，气死！还是觉得这样看好帅哦。生命的诞生是最宝贵的时刻，经过无数次的作用和反作用尝试和错误基因突变，加上不可知的组合，哦，去问团团要不要一起开。我不会玩。产生能够，我去问他一下。及思考的生物，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。现在我们。你创造了这样的生物，看来我得恭喜你，
大功告成了。然后不要一起。你用打字。哈蒙德基金会最重视的三个领域：保安、娱乐和科学。我已经叫各部门的主管直接和你联络了，他们会提供各种机会，还有让你加入他们的团队的诱因。你可以选择一个合同签下，这有助于你开发你的设施。我可以换别的吗？可恶！城堡科学一个，嗯，我们在 ARK 啊，啊，没办法，找不到东西啊，这么 ARK 吗？哎、欸，你现在到哪里了？我刚冲完了。哈？我刚冲完了。为什么要冲完？因为他刚叫我接个东西，可是我盖出来之后，他连不到陆地，我就冲开了。你可以盖陆地啊！我盖出来，可是它路没有跟路接到啊，因为我盖在那个恐龙里面啊。啊，你不能盖道路哦。对啊，盖不到道路。小雨，好啊，那机器了。那、啊、你嘞？你怎么盖？没有啊，它左边不是有一个道路，然后我就。